紀律部隊高官同富豪飯局咧有新嘅進展啦！入境處長歐家榮，尋晚喺傍晚時分咧六點二十二分發咗個聲明，確認較早之前係喺一間餐飲業務處所嗰度出席嗰個晚宴，因為未能夠符合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對人數上限嘅要求咧，而被發定額罰款通知書，已經加埋罰款嘅啦。佢話咧，日後出席活動嘅時候咧，就會加倍謹慎，冇必要確保符合規定。聲明又話，有報導指嗰晚嘅晚宴同一宗刑事案件有關，佢澄清咧，嗰個晚宴係冇涉及到上述嘅呢一單刑事案件嘅。 佢冇否認過有案件，佢仲係話呢，因為案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啊，就唔方便去評論啦，亦都唔會去評論噶啦。據了解嚇，警方調查蓋強姦案先至揭發到呢個高官飯局係違反咗限聚令嘅啫。有出席飯局嘅女士呢，就喺聚餐嘅第二日報警。 指控被同場嘅內地民企高層係強姦，令到個飯局呢即刻係成為一個焦點。海關關長鄧以海喺同一日跟住啊，跟住呢個入境處長六點二十二分啊，佢就喺六點三十一分呢發咗個聲明。兩個聲明大致相同，字眼都相若嘅，都應該都係大家夾過㗎啦。除咗佢哋兩位之外呢。 仲有另外一位高官系同場嘅喎佢就係保安局嘅副局長歐志光。歐志光就夜啲去到夜晚黑咧十點零八分先至發出個聲明嘅，確認係曾經出席過同一場嘅晚宴，亦都係因為未能夠達到限聚條例對人數上限嘅要求啦，而被發定額通知書，佢都交咗罰款嘅啦。 佢亦都係一樣咁話，日後出席活動嘅時候會加倍謹慎，無必咧係確保符合規定嘅。歐志光嘅聲明呢，就冇提及到有關呢一單嘅企圖強搭強姦案件嘅。好似喺尋日喺評論中所講啦，嚇涉事嘅私人會所呢，如無意外都應該係嗰間咧灣仔灣景中心嘅高級私人會所吉祥會嘅啦。 至於參與呢個飯局嘅內地民企高層係邊一間企業嘅呢？有新嘅消息係傳咗出嚟啦。據了解咧，呢一間內地嘅民企呢，就係中資公司恒大集團。有傳媒就向恒大集團查詢：喂，係咪有參與過呢一個咁嘅飯局啊？你哋係咪有集團嘅成員呢？」 係涉嫌企圖強奸而被捕，被捕啊！咁一直咧都冇收到回應嘅。恒大集團近月咧就曾經出售個資產嚟減債嘅。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陳克勤啊，都可以講得上係廢噏噶啦。佢就話件事咧反映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睇到啦，係咪啊？部門首長都冇面比啊，一樣要票控啊咁。 其實幾位首長級嘅官員啊，嚇應該係受到譴責，唔係淨係受到票控咁簡單。特別係身聞紀律部隊嘅首長，點可能唔遵守法律嘅呢？我唔係上剛上線啊！嚇，當社會正在喺度打緊防疫戰嘅時候啊，呢幾位官員咁樣嘅做法呢，咁嘅表現呢，實在係不能夠接受嘅。 我相信呢个都系社会一个好合理嘅期望嚟嘅啫。有一位唔愿意具名嘅政府消息人士咧就话啊：宴請飯局嗰個人咧就讲明咧嗰笪地方系私人地方，唔受限聚令规管嘅。而三名官员就冇留意到吉祥会其实咧系持有食肆牌照。 亦即係話咧，受到限聚令規管係屬於佢哋嘅無妄之災咁話嘅，好明顯啊！呢個説法咁傳出嚟呢，係為咗啲官員啊解脱嘅一種説法嚟嘅。你又嚟講啦，但係大家係咪真係可以接受呢種講法呢？另一回事，我相信好多人都可能認為嘅嚇官員，特別係高級嘅官員、首長級嘅官員。 嘅品格咧，一定係要比水、比清水更加清，比白紙更加白，whiter a n d white。多個紀律部隊首長冇嚴肅對待政府所定落嚟嘅防疫措施，唔單止會打擊政府嘅公信力，亦都會帶頭向社會發出咗一個咧唔係咁好嘅訊息，就係、是、咧限聚令。 冇咩咁緊要啫，可以無視佢哋嘅。呢、這、一個就真係唔係咁理想啦。有媒體咧就上個月底咧去個吉祥會嗰度觀察嗰個環境究竟係點樣樣嘅。喺個地址嗰度呢，嚇，就同一個地址呢就有兩個招牌啦。翠園會同埋雪家會啊，尋日都同大家提過噶啦。翠園會嘅門口外面呢，係有一個告示嘅。 展示咗呢個牌照號碼，列明咧隨緣會就係屬於私類嘅餐廳，可以營業到午夜十二點，而最多呢就係六個人一張台嘅。即使即使呢啲部門首長事前去赴宴會之前唔知道，到場之後呢都冇乜可能係唔發覺到呢一個地方係受到食肆牌照所規管嘅。 如果咁樣嘅狀況之下呢嚇，再去解釋呢，就真係似乎係呢啲解釋就變成掩飾啦。大家都可能有留意到，其實三位官員喺聲明裏邊係冇表示個協議嘅，係冇啊，係冇表示個協議嘅，淨係話呢將來會更加小心啦。某程度上呢，呢、這個都反映咗佢哋嘅心態，唔覺得自己錯啊，唔覺得自己錯咗喺邊度。當然。 另外一個更大嘅問題呢、就是，就係點解喺保安系統，我哋特區政府嘅保安系統嚇咁高級嘅三位官員要同內地民企嚟打交道嘅呢？我哋講緊嘅呢，係一位政策局嘅副局長，一位係入境處處長，一位呢係海關關長。 全部人呢都係呢個保安系統舉足輕重嘅人物嚟嘅。呢個飯局究竟係乜嘢性質嘅呢？佢哋同款待者有冇公事上嘅往來嘅呢？如果有嘅話，接受呢啲款待又會唔會有任何表面或者潛在嘅利益衝突嘅呢？所謂 apparent or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至少呢，市民睇咗喺眼裏邊嚇。 咁樣嘅聯繫啊，大家係咪恰當呢？又有消息傳出嚟，就話有官員呢，就早前喺一個酒會上邊咧，認識咗恒大集團嘅高層，形容呢個集團呢，經常都舉辦一啲慈善活動嘅，同紀律部隊嘅理念好相近。而呢一晚嘅飯局呢，就係一個正常嘅社交，似乎呢。 又係一個為呢一班高官解脱嘅一種嘅説法嚟嘅。與其有咁多消息喺度傳嚟傳去，政府正式為市民解説一下，成件事係咪更加理想？至少都要話俾我哋聽，點解政府就呢件事一直都冇作出任何公佈嘅呢？係直至到傳媒揭發咗之後，先至有一啲聲明啊、新聞稿啊去交代一下。